是跟有分男女的最高姿态，那男女有没有教过，对不对？男女有没有教过？为什么？因为男女只有两个表现的学生是男女的大小关系。那么好，男女生通常是教 RESS 对不对？对吧 ？Watches, tablets, T E G E R 改成 T E G L E S， 所以这东西 ，tiger 叫老虎 ，tablets 叫做。然后我就形容凶狠的女生，所以你不行了，乌哈勒鲁，对吧？对吧？对吧？乱讲的那种，对吧？你们很温暖，我知道。温暖怎么讲？温暖。胸口漂亮，谢谢。OK， 好。主要缺失的是表演经验，你表现很好，你看。是爱情的地点，一心想失恋爱的英雄，你听过这首歌吗？好，是吗 ？OK， 好了，我们看。问题很好，我要讲的是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来十一月上面有一个男，这十月这十月那个绿巨太扯，地上那坨屎不是我的。我看看呢，这十月那个夕阳的 flow is not mine， 不懂吗？我讲我讲了 order 的，对吧？然后呢，就请问十月上面这几个单词，你知道单词可以当单数，也可以当复数，单单数叫家庭，单数就叫家人嘛 ，family are。What you are very awesome, my family are early birds， 他们都是早起的人。The class 可以当整体，也可以当全班。Audience 可以当听众，也可以当全部的听众。Community 可以当委员会，也可以当委员。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难的，所以我就不特别。你只真的很简单，所以题目你才会发现你的问题在哪里。同学，老师，我当然不讲，我应该没问题，当然规则也可以。所以请你看一下去 F 加 V S， 我觉得也不是难事。那我选这个字你考过，那我的顺序怎么选？对，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些是没有考过。因为老婆不会有复数，当然有些非洲国家有，但几乎没有没有。OK， 好，谢谢。然后等等等等，没有啊，没有啊。OK， 好，来，我们讲今天的重点修炼，再讲完就进入来 16 16页。来，请看，主要是改复数的，这个很重要哦。哇，16页，你非常合格，狗耳朵。我们看 A， OK， pasture 拜在路人，请问 pasture 拜路人，我要将。S 是加在 pastures 还是在加 by？ 代指是介系词，所以不加 by 加 pastures。它可以叫路人。再接着 ，father in law， 漏叫法律，法律上的爸爸，这个叫做岳父，或叫做那个公公，对不对？公公，女生要加男生的爸爸叫公公，所以叫 father in law。请问，你要在法律加 s 还是在这爸爸加 s？ 对，这群岳父，这群公公，有爸爸加 s， 我有两个岳父。我有两个公公，不是你结过两次婚，对不对？那非常好，那不行的。再来 ，son in law， son 儿子，法律上的儿子，这个女婿，那 daughter in law 会了吗？谁是 daughter in law？ 有就是媳妇，对 ，daughter in law 就叫媳妇 ，OK。所以要加主要单词来，女仆 ，man 就叫那个女生，那 servant 就叫仆人，所以一样是仆人，女性不加。好，下面 B 打星星。冰掌星星前后两个都要加的，就是这两个一定要对。第一个 man servant 男仆，第二个 woman servant 女仆。那老师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的男人女人不是 male， 非 male 不是 male， 是用这个 man 的时候，所以跟你选 doctor 这怎么办？一个亲男生哦，那边有四个男生，四个男生 for两个都要放在复数，这样听懂吗？这个在这里，把它两倍，先用拿出来。我现在看到这题目，好，先用拿，快，我想要全面想想，而且我用反对的速度讲，我用超级小面的速度讲，好可怕。来，一个，把你前面先看，好，把你前面先看，小面先看。OK， 好，学啊，等一下下课分享学生的工作状况，先生们，看我们现在来，请问一下，抛下手，我们先看今天的课程情况多少，怕我教不完，对吗？好，大家进入到游戏，没有拿的去外面拿，去，快点，快点，帮忙拿也可以，好，没有拿去外面拿，赶快。好，我们看第一个，谢谢。
如果你坐在那边，那个沙漠区很多东西，那个叫生煎煎蛋，对不对？没有生煎，是 T E R N 同学，来相信我们去讲单字的话，就叫生煎。那 T E R N 这个字叫齐，也是当字眼，也是当序语，对不对？好，一齐它当是三个学校是其中，那其末怎么讲英文？其末，其末怎么讲英文？完蛋了。那那个今天期末考，那期末全部叫做 end of term。好，当然这个字还是变成期末的 ，OK 哈。比如说它最后啊，终止啊 ，OK 哈。我们先去 T E R N I N terminal， 这叫期末的最后的 terminal station 叫什么？对，终点站，可以吗？因为我叫最后的期末的，因为这个字跟它有关系，所以 terminal station 叫终点站，这样还是叫期末的，不叫最后的。好，谢谢。那面向叫其中，叫 midterm 其中选举，所以 formal midterm 的其中选举 construction 或者 stress， 大家看 ，S T R E。E-N 不对 G-H-T-E-N OK E-N 加进来是 stress OK S-T-R-E-N-G OK S-T-R-E-N 什么音 S-T-R-E-N-G stress OK stress 我先写什么 S-T-R-E-N-G-T-H 好加 E-N 变动词前面就是名词那 S-T-R-E-N-G stress 这个字叫做那个优点、强势等厉害的地方，所以 S T R E N G T H strength 就叫优点或者强势。那我把它变这个优点、强势当动词变进来，所以这个字叫做强化，或者写加强。那加强它也会考什么？叫做 beef up， 牛肉吃多一点，强化。七龙珠的孙悟空可以从一般人变大变成。超级赛亚人 Super Saiyan， 我看过超级赛亚人的 A 片吧，他跟他太太琪琪咻咻咻咻，然后到一半他被超级赛亚人琪琪就嘣这个爆炸，这是无厉害，我就快笑死了。好，琪琪是谁？琪琪就是摸摸忘的男人。等一下啊，你不知道吗？孙悟空七龙珠琪琪是摸摸忘的女儿，就是好，七龙珠是有多小的动漫呢？他到现在还在演哦，还有超过十年了，有点好可怕。来，往下，所以飘花心不是那个哈，不是。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个？那个是人家感冒的啦，番外版呢。没有，学生传给我的。你有看到天线宝宝是吧？没有，传给我，来看看，来，来，后面这个面前，所以你会强化它，一样这样子哦。来，跟同学看这里，有墙壁，有肉，什么肉呢？是胃。形容词虚弱的 ，weaken， 动词消减弱。OK， 弱词之间是消弱、减弱，所以从这边可以学到好多好多字哦，对，那你就整理好吗 ？OK， 医院这边动词来，所以给你定义错就是那个这里边讲叫 whole on side of the senate， 对 ，senate 就是参议院，就是他们国会的意思，所以它那个话 do to place more， 后就是当名词持有，所以它可以强化 do 特地对国会的持有掌控，然后好来 say。Senate 是参议院 ，OK， 就是国会的意思。看这个 ，Around acc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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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n us， OK， 好，我们先学一个片语叫控告，告有四种讲法，请你把它背起来，好吗？那这个到高三后再讲一次。那新闻英文的价值就是先透露利益和我们的关系。好，我们遇到什么就讲什么 ，accuse 叫控告 ，A C C accuse， C U S accuse， 所以 accuse 是相当于什么 ？of something， 控告某人某件事情。考试考 off， OK， 好，第二个告是哪个告？我们的告是 sue， S U E， OK， 跟那个姓苏的苏也是一样，所以姓苏的都会被 sue 控告，懂吗？是姓张的吗 ？For something， I wanna sue you， 我要告你 for abusing
enough. That's the basic 信念的，对不对？好，谢谢。OK, see somebody do something. 第三个形容词叫 charge, C H A R G E, 这个叫指控，也是可以当做 charge somebody 写上去，同样的是 write 的 something， 对吗？最后一个最难的啊 ，prosecute, prosecute， 那我就会叫 prostitute。什么是 prostitute？这跟它很像，因为还有一个 prosecutor， 叫 O R 边缘嘛，按中间就好了。那 prosecutor， 所以 prosecutor 是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完全这叫告，这叫起诉，这叫告，这叫告，这叫告。而是 prosecutor 这个就是检察官对你提告，所以叫什么？对了，你的罪是检察官提的，警察抓到，检察官去提，然后法官判你有没有罪，所以检察官都在打官司 prosecutor 叫做提告，所以叫起诉啊，用错了。再来 prosecutor， 同学一 AR 变人，所以 prosecutor 叫什么官？什么官？检察官。而提起诉的人，那这个字根应该是 prosecutor， 前面那边是 prosecutorprosecute， 这个完全不一样，听懂吗？这个等等等，检察官，你看，这种字就基本上面，是 OK。好，所以检察官很清楚，检察官，检察官的二级，不，不是二级，我知道。好，好了，讲完了 ，OK。所以呢，我要去写个 case， 希望写到美国 of escalating， escalating， OK。那这个字其实 escalating， OK， 那。原因是 escalate， 那你绝对不是熟悉这个字，你熟悉是这个字，这是什么 escalator？ 这还看不懂？手扶梯啊，对啊，这叫做提升。上升，而、啊、是让你提升上升的手扶梯啊！我说你不是好吗？哎，我觉得你如果规划是真的稳健赚钱，我就把一到七楼的楼梯全部改小扶梯。是吧？中间梯比较上吗？哦，对啊，还有电梯也忘了，电梯那个虚荣心极强，哎，对，再两个电梯可能一个电梯上升啊，最新在这边有50万。真的很难，要经过法规什么的，你要打洞，你干嘛？再来一堆就是打洞，因为洞没办法。OK， 好，好了，所以就是 isolate 就是提升的意思。所以我说一下，来 ，AI 的学习又要说 isolating 提加剧哦，怎么提升的哈？使战争怎么升级的 ？Tension 紧张，提升紧张。OK， 因为 isolate 就是主要是一些 elevator， 我先讲了以后哈 ，elevator isolate 不一样 ，OK， tension is as rusher，OK， decline 是什么？来，这边是 cold， 叫做哭，对不对？去外加 A， 想要一呢，一就不要，所以不要哭。没有，不能这样说。Decline， 上面是 decline， 公开谴责，下面有谴责写上。OK 哈 ，decline 是 OK。来，那谴责 downward， 我有叫向，倒叫下，所以 downward 叫向下的。那 spiral，S P I， OK 哈 ，with spiral， 我爱那个 spiral， 这个发爱的意思 ，spiral 发 spiral， 这个字叫做螺旋。单动词叫盘旋，所以来 downward spiral 向下盘旋，我就翻成恶性循环。因为 spiral 是这个的意思，旋转的意思，盘旋、螺旋的意思。所以要 downward 是向 down 是下，向下盘旋，我就当恶性循环。它谴责这样不好，就像中美现在贸易战不是一个恶性循环，循环到连那个美国 Google 跟他讲。华为手机不要在那边 Google 软体，甚至先禁卖华为手机，你不觉得他们真的斗勇激烈吗？对啊，他们手机现在用 Google 软体，对不对？ Google 软体现在都让他们用了，华为手机不要用 Google 软体。OK， 那大陆就是让我们自己发明软体，我是很好奇大陆的手机他们软体用什么？用培养的。对啊，现在软体就分两个嘛，就 Apple 的那个
iOS 嘛，跟那个 Android 系统对不对？我 Android 是 Google 的，然后往下，往下看啊 ，Android。一下就被 Google 代替了、啊，不好用啊，对吗？然后有系统名字用的时候呢，然后先听那个Android， 那个 Business Understand 都不了解 ，Why US has failed？Has failed 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不能讲，就算失败，但 Safety 的问题就是不能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能干嘛哈？还好奇，然后我要说的是这个，刚刚我们讲加 ing 变动词，对不对？所以这个 touch 来形容的是 touch。你要形容一个人很厉害，真的是 tough guy， 就是 tough guy， 猛男，超厉害。因为 tough 就是苦难的意思，所以这边学 tough 就是一个艰难的工作，艰困的工作加 en， 可以叫做 toughen， 然后全部变成是 toughen。我们看 toughen， 所以你看他说 fail to toughen 就是困难，所以加 en 变动词叫做加强，因为它是巩固的意思 ，tough 是巩固的、稳定的。稳定的很难，所以 toughen 叫加强。OK 哈 ，toughen down low 哈，枪的法律强化加弱。因为你看 toughen 可以当强化，你用 strengthen 可以当强化。你看它是很困难、很艰难、很稳定的那种。tough guy 就当猛男，硬汉也可以哈。好，来，所谓这四个字 ，L G B T L G B。T， 这四个字哪四个字 ？Hello， 来 ，People， 二就是雷斯宾啊 ，Lesson， 对 ，Less， 也 Gay， 对，很好 ，B 呢 ，Yeah， 来 ，Perception， T 呢 ，Trans 那个 Transgender， G E N D E R， 好，这叫做女同性恋，就叫男同性恋，就叫。双性恋，因为 B I 有两个的感觉，哪个名词 bisexual？ 啊，这个呢 transgender 叫性别，确实叫转化，所以叫什么？跨性别啊，这是跨性别。什么叫跨性别？我是男生，但我觉得我自己是女生，所以我动手术把我鸡鸡切掉。我是女生，但我觉得我直接男生，我去装一个义肢。但没有女生变男生，但有好多男生变女生。到目前为止，没有女生变女生，很少，但太多男生变女生的，他是把基因切掉了，啊，然后装一个假的那个transgender那个跨性别，好，来 LGBT 让他们的权利拥有在欧洲三个地区有些国家 ，moving backwards on OK， 好来 ，moving backwards， 但我要 word 叫下，再加后，往后走，正在往后走 on OK， 好来 ，equal， 各位同学 ，EQ。EQUAL 就是叫平等 ，equal 比 equal to 对不对？那 equality 就是平等的平权。而 equal for first time in the ghetto， 十年以来首度走回头路，大过走回头。为什么？因为法国上礼拜发动200,000人大游行，他们希望能废掉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因为大量来自民权，然后上个礼拜他们要废掉哦，然后上上礼拜台湾过了。他现在还有吗？啊？他对啊，他会有啊。他昨天还有。对，昨天刚颁布过啊，对啊。所以你看，大国他是先同意同性结婚，然后到上礼拜要废同性结婚，然后我们上礼拜就是通过同性结婚。通过多久？很蛮久的，大概大概5-6年应该有了吧。对啊。好，我觉得不一定，我今天讨论不一定，我觉得大概200,000人上街头，好可怕，好可怕，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们要说走回头路啊 ，LGBT 人群先走回头路，就是这个这新闻都讲法国啊，好，说200,000人上街头抗议那个同性不要任何结婚的，我们要废法的，是走回头路，所以回头路来 backward moving backward 要走往回走 ，OK 哈，来往下。你像日产就是原厂那个品牌黑的 Rock Bar，Rock 叫做原始代表屁股或者底部，所以叫 Rock Bar。如果后面加 Plus 叫最低价、最底价 Rock Bar。And so then 哈 ，Renault，Renault 雷诺知道吗？雷诺汽车它的品牌是这样子的，我们看看雷诺汽车，它是菱形的。你像是圆圈，然后是什么？你像这个叫日产，你像
你上日产，好像我也想买你上车。OK 哈 ，cash flow，OK、okay, pay 回来应该比现是多一单子 ，margin 多一些 margin， 这叫什么？男性学动词嘛 ，match a e r g e 动词合并。有个字跟那个很像 ，a b s o r b， 这个字当我们动词来，这个是 absorb， absorb 叫做吸收。阳光，树叶吸收阳光，哈，光合作用。但如果它除了当吸收之外，学生吸收老师的知识之外，这个气味叫做并吞，而且是大吸小的意思，叫 absorb。那 merge 是合并，两个并为一间哦。什么叫合并？什么叫并吞？比如说鸿海跟台积电两个合并叫做台海。他不是有好贵的，不是，对对对，好贵啊，就好类似跟存过啊，那你算合并平等的。那如果像鸿海以前都把人家公司买，假设光大把四楼利息买掉，光大把二楼那个哥伦比亚买掉，那个叫并吞，对，全资整合，就不用你名字，我是把你买过来，那叫并吞。但是如果光大跟利息合并叫做公立，好难听哦。OK， 那叫什么？大力跑不能吃，哈哈哈哈，那叫合并，相当了，那叫大力，哈哈哈哈哈哈 ，OK， 好好好，大力，你叫做大力嘞，哈哈哈哈 ，OK， 好笑 ，OK， 大力，然后往下面举，那叫合并，很好，我看这个怎么说啊 ？OK， 好 ，sprint 是一个短跑，那这个是 sprint， 短跑，这个叫短跑，是不是啊？短跑选手 ，OK。Bring back, join the into, 跳进的 power supply, 用几个 electric, electric 叫用电，哪个是 electric? 再次 electric, 用电，你说电 ,scooter, 这个字 ,scooter 就是你看的那个滑板车，是电动滑板车。老师，那我们 GoGo 我怎么讲 ?GoGo 我们叫电动车，它也叫 scooter 啊。我们比较不讲 GoGo 的那一种叫那个 electric scooter, 但你应该是它 electric scooter 也可以，但是美国 electric scooter 就是我给你的图，就是用电动滑板车。老师，在 GoGo 文那个叫什么写上去 ？GoGo 文那个电动车叫 Smart Scooter， 聪明车、聪明机车哦，因为它有很多功能叫 Smart Scooter。GoGo 文那个讲，你写上去 GoGo 文 ，OK， 好 ，GoGo 文叫做 Smart Scooter。来，我们再往下等一下，再跟你们举的，来，电动车、电动平板车、电动滑板车跟平板车，它没有同一项。好，那今天分享的马匪市场 ，OK， 好，下课了。哇，今天比较快，好吧。剩下的你回家看了哦，后面很多还没录，因为现在在采访，没有时间，我会陆续录给你们。一定要拿进订阅，先不要走，我们要颁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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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米来了吗？三米来了吗？好了，先下课，不要上这个班，拜拜，大家再见，下次再见。你要放哪儿？
真的。